안녕하세요, 여러분. 연동쌤이에요. 네, 제가 또 돌아왔습니다. 여러분에게 한국어를 가르치기 위해서. 네. 大家好, 我是 연동老师. 我又来了. 为了给大家讲韩语. 今天是第18讲, 在剧场前面见. 那看目录. 第一是小对话，然后第二是什么什么고있다，这是正在的意思。然后第三什么什么기로하다，就是打算做模式，已经约好了什么什么什么。然后第四을것같다，什么什么을것같다是我估计看起来。那咱们先看，小对话，回来继续学习吧。여보세요?김지민입니다.안녕하세요.저성우인데요.지민씨지금뭐하세요?청소하고있어요.오늘시간있어요?저랑옷사러가요.백화점에세일한대요.좋아요.어디에서만날까요?5시에롯데백화점앞에서봐요.제가저녁살게요.네,그러면이따가백화점앞으로나갈게요.